虎扑10月28日讯，上个赛季33岁的纳格尔斯曼带领莱比锡进入欧冠四强。最近英国媒体《每日邮报》表示，曼城在考虑纳格尔斯曼作为瓜迪奥拉的接班人。《每日邮报》表示，当瓜迪奥拉合同到期后，曼城考虑波切蒂诺或者纳格尔斯曼执教。纳格尔斯曼现在与莱比锡的合同将在2023年到期。纳格尔斯曼，目前我完全专注于莱比锡。我在这里有合同，我很享受，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。双引号，莱比锡高层明茨拉夫表示，对此我完全感到放松。纳格尔斯曼的合同到2023年。而且我也并不感觉莱比锡是一支对他没有吸引力的球队，而是完全相反。双引号，